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那么接下来玩的是《转身史莱姆魔王与龙的坚果餐》啦。那么今天要继续来抽我们的剧场版啦，因为剧场版限定的这个角色应该是不会进常驻吃的啦。所以呢，今天的目标是红丸啦。那活动有送20张券啦，那么先抽20张券吧。然后如果抽不到的话呢，就继续抽钻石啦。第一个石抽，出红画面，出红画面。那没有，虽然没有红画面，但是还是有机会的，因为黄昏的几率会比较高啦。有没有转金？转赛！哦，有诶！有诶，拜托！十抽毕业就是神抽了哦！我来了！啊，这个怎么看都是那个。那个暴芙蓉，维尔多拉，还有没有？拜托，来一个，再来一个彩。再来一个彩。这个是这一只的吗？哦，不是，还有一只。哇！结果第一个石抽歪了，但是至少是一个好兆头啦，毕竟有五星。第二个石抽，哇！白天完蛋，看来是报废了。这第二石抽没有红色的特效，然后又是白天，基本上应该是没有的啦。哎，有位，哦，还是第一个哎，我的主人利木鲁丹哦，应该是吧，哦是哎，赞啊，哇，还好有中，这个剧场版限定的红丸其实我还蛮想要，因为还蛮帅的，而且是限定的，因为是剧场版的，所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复刻，所以我是建议去抽了。如果是平时的话呢，是还好，因为有可能会过后会经常入池啦，就像上很久之前的池这样子啦，很久之前的池原本也是限定的，结果现在也是全部经常入池了。所以剧场版呢，我是基本上是建议大家去抽了。还有没有？再来一只，直接保。我记得官方有送一个碎片啦，所以还如果再中的话，就应该是觉醒二啊。结果没有，结果还是第一只，超级恐怖的那一种。好啦，感谢你们收看到最后啦，记得点赞、订阅跟分享哦。对，是 B 站的话，点个三连关注我。我是阿伦，那我们下面见哦，拜拜。